怎么只有老师一个人摆棋？谷小姐呢？还不是为了看你那个除夕大戏，找了点风寒，卧床不起了。进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咱们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 你好，我们是国际红十字会的，有事找谷玉洁。没有许可，任何人不许入内。玉洁呢？人家压根就没让进门，这可倒是奇怪了。专员，骡子醒了。醒了？专员，咱们怎么处置他？把他和杨兴成一起带回南京去审判。 还有什么没完成的事儿，就跟兄弟说。兄弟一定给你办好了。还真是有点小遗憾呢，就是没能亲眼看见你娶妻生子，让我抱个大胖孙子。<笑>妈的！准备行刑。慢。 就是条狗养了十几年，也养出感情来了。拿酒，喝了这碗酒，你我就两清了。给他解开，是。 壮壮胆儿啊！哎，别动！别动！爹，放下枪，都别动！小杂皮，要干什么？对不起了，将军，小的还有点事儿没完成。哎，放开！ 等等，不要开枪！来人，把这个王八蛋给我扔了！ 爹，没事吧？王八蛋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！还好老师有惊无险，赶快行刑吧！行刑。
老贾，那些金条我扣下了，算是补偿我的损失。老师，我回去就打报告。 你先回家吧，跟着我们太危险。非要死那么多人，才能完成你们那个什么理儿，那个真理儿啊！猴子，你要相信红军，红军一定能够让你和你的花姑过上好日子的。别害怕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用不了多久我就找你们俩。猴子。 等你们出去之后，阿古就交给你了。哥，我要你这辈子都能记得我。这红军都死了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你的了。我叫河里，你没救你什么人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世道乱。 人命贱，世道贫，百姓福。说来说去都是个世道。我的人去你住过的马厩里搜了一天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搜到。但是有个好心人提醒了我们，我们在里面找到了金子。你猜，那个好心人是谁？正是你的谷大小姐。骡子大哥，在你眼里面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好人呐。 这些年我赶脚啊，去了好多地方。我每到一个地方就想，我以后啊，一定要带你去。等我死了，你把我放在竹排上。听说江河最后会流向大海，我没见过海，我想去看看。 不算，不算。
你的，不算就接着来，来，一定打得你心服口服。来，等会儿啊，我稍微缓缓。没招了吧？没招了。 完了吧？嗯，小子，玩阴的是吧？哼，战场上谁跟你玩明的呀？这要在战场上，脑袋早就开花了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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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跟我玩阴的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战场上谁跟你玩明的？好，那咱别用假的，拿真家伙来。幼稀，真家伙，别跟我这扯嘴皮子。哎，回头我再跟你练啊，你等着，骡子的乖弟弟。 你起来！谁敢走？谁敢走？谁敢来？哎，中央呢，想以遵义为中心，建立一个川黔边新苏区。好啊，这是好事。<笑>想达成这个目的，那可不太容易。必须打下鲁班场的周浑元，他的兵力充沛，地形又依托天险，易守难攻，这仗不好打。不好打也得打。 他们又不是天兵天将，打，可得轮着打了。反正我这腿是跑不动了。要我说啊，你就不该跟着来。怎么哪儿都有你的事儿啊？哎，老邱啊，周浑元是中央军，他可不是古承德和王家烈的前军，他的战斗力不可小觑。老苏，马上召开一个作战会议。是，邱排长，联系参加。好，那我去准备一下，去吧。 首长，花姑，怎么了？你们是不打算走了吗？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可是你昨天答应我要帮我找到骡子的。你放心吧，花姑，我们答应你，我们一定会找到骡子的，放心吧。
愧是茅台酒啊，真他娘的香啊！来点。哎呦，这位大哥，你印堂发黑，感觉刚从鬼门关走回来一样啊！你什么人？哎，大哥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有道是……行行行，你别跟我来这套生意话，我没钱给你。大哥，我不要你的钱，反倒我给你钱，你要不要？哎呦，这给钱你也不要，金子呢？什么？好多好多金条！你到底什么人？把金子还我！他就是替人给你捎句话，他那里有你很多的金条。我就是想看看，是不是你的？看你这个状态，也不像是你的呀。你到底什么人？你到底什么人？哎。杨副官，你还活着？你干什么？杨倾城，明天就是你的好日子，将军让你体面的上路，别给咱前军丢脸。你不相信啊？我信。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好不容易活下来了，何必再去寻短？你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东家的金子没了，花姑没了，黑牙子，我还活什么劲呢？我是怎么活过来？你猜呢？我谢谢您救命大恩。哎，别，快坐快坐快坐，坐坐坐。我总觉得这头啊是给死人磕的。这样，这些天你都藏在这儿，哪儿也别去，等拿到金子以后你就赶紧走。我们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回去工作吧。哦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嗯，走吧。
黑鸭子，醒醒啊，别在这睡觉，夜里凉，该着凉了，回屋去啊。 罗子回来，你会跟他成婚呢？嗯，当然会。他要回不来呢，咱俩一块儿过。不许胡说八道！我没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，黑鸭子，你今后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可要打你啊！ 顾小姐干什么把那些金子给坏人？傻骡子，你知道什么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？顾小姐把你从士兵手里救出来以后，你就让那个马专员给盯上了。那个马专员可是心狠手辣，一旦成为他的目标，谁都逃不掉。所以顾小姐不得不用了这个化被动为主动的方法，把金子和你先给他们送过去。 那这么说，这还是为我好。那我出那些事儿，不然呢？你以为你的马车会自己烧起来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害人吗？ 那天马专员早就让蓝衣社的把埋伏设好了，老邱他们一个都逃不掉。所以，烧着你的马车也是给他们打个信号。最关键的是，你吸引了马专员的注意力，又造成了混乱，给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我听不懂。就是我去军政府偷马专员和谷将军印章的时间。
脚都露外面了，出来吧。你的金子拿到了，一会儿把地址给你。啊，今天晚上就去取，然后赶紧走。上哪儿去？回遵义，找你东家去。东家在遵义。嗯。那你怎么办？ 我们这的任务完成以后，我跟谷小姐都得走。你们要去哪儿？苏联。苏联，共产党的发源地。很远吗？很远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需要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回来，不需要我们回来就不回来了。那你们连家里人都不要了？ 对了，来，吃点东西，嗯，吃吧。老师，您看现在这个地方。 爹，我们在开会，你去吧。请留步。你干嘛？谷小姐聪慧过人，又是其中高手，说不定能帮我们解决这道谜题。乱叹气，这是军事会议，你回房吧。慢着，学生真心希望得到谷小姐的帮助。 还望老师见谅，谷小姐请坐。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帮到马大哥的吗？谷小姐可能还不知道，在过去的几天里。 赤匪派出三个主力兵团，向鲁班场发起猛烈攻击，战况惨烈至极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企图。鲁班场是遵义的屏障，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。赤匪此次的行径，可谓是司马昭之心，众人皆知。他们就想赖在黔北地区不走。 从而达到赤化贵州的目的。鲁班场一旦失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，这群宵小之辈，终究是以卵击石。周浑元部作战勇敢，再加上老师之前派出的兵力夹击，最后成功的将赤匪三个主力兵团全歼于鲁班场。
马大哥思路清晰，分析有据。不知道您说的谜题到底在哪儿？你这就说到点上了。我刚才说的只是一个事实。我们下面真正要解决的是赤匪下一步的动作。赤匪中央居是狡猾之徒，尤其是你的那个老师钟汉文，听说此次反攻遵义就是他带的队。 假如他在没有任何情报来源的前提下，就能做出如此大胆准确的判断，那么对于你这个钟老师，我真是佩服之极啊！赤匪沿着赤水河两岸像水老鼠一样的钻来钻去，委员长内心大为不安，此次下达命令，一定要在遵义境内。 全歼赤匪，顾小姐，还请你帮助我准确地推断出赤匪下一步的动作。马大哥真是太抬举我了，我只会摆摆棋局，关于战争，我连纸上谈兵的资格都没有。顾小姐太谦虚了，不过我倒是有个大胆的推论，还想听听顾小姐的评判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。 他懂什么呀？真是耽误时间，你还不快走！鲁班场惨败，遵义城他们是待不下去了。我们的追兵随后就到，我想，他们一定会绕过鲁班场，再渡赤水，进入川南，而达到川南的最佳登陆位置就是这儿——古蔺县。 所以，我们已经在古蔺县城布下重兵。我相信，过不了几天，从赤水河两岸一直到古蔺县城的道路上，会铺满赤匪的尸首。吴小姐，对于我的推论，有什么评判吗？马大哥说的头头是道。 完全没有必要听我在说什么，您在拿我开玩笑吧？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，我先行告退了。马世奇，你想干什么？老师，最近我对“杜鹃”两个字。 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，刚刚的过程也不过是佐证而已。先是我的副官，现在是我的女儿。哼，下次你把老子也带走就得了。怎么回事？小杂皮，你想干什么？ 首长，这真的是中央的决定吗？真的还要走吗？战什么恐怕都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也得走啊！现在不是想不想走，是不能不走。要是不走，咱们就快被赶尽杀绝了。前几天总觉得是熬到头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觉得会士气大减。你什么意思？ 我是指挥失误，打了败仗，可我负责，我负全责。别在这提什么士不士气，只要是大老蒋，我的队伍永远都有士气。邱排长，你别老说负责任不负责任什么的，这责任你能负得了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不就是个小排长吗？排长怎么了？你官大。
你打得了仗吗？怕了你就撤，找什么别人的原因啊？我每次啊，你们俩在干什么？你们俩都是干部，注意纪律，给我坐下。同志们，谁都不想打败仗，杀敌三千，自损八百，这是兵家常识。目前我们当务之急要干的是，在追兵赶来之前，我们要找出一条转移的线路。中央指示，让我们再度吃水。再度吃水。对。往川南转移。没错。我觉得挺好，往川南转移是咱们现在唯一的路了。哎，老邱啊，如果我们要转移的话，选择一个最佳地点，你会去哪儿？哎，这儿，古蔺县。出去了呢，我待不住了。今天晚上不能去了，计划有变。怎么了？不知道。顾小姐怕是有危险。什么危险？在哪儿啊？咱们去救她呀。你不能去。我为什么不能去啊？她是我救命恩人。你告诉我她在哪儿。骡子，你听着，我是共产党，我是古玉洁的助手，所有的行动都得听她安排，没有了她，我就是废人一个。你不一样，你还有你的事情要做。你们走脚的，不是货比天大吗？等风声过了，你还得拿金子呢。哎，这，你说这么多干什么？救人这是要紧呐。顾小姐要是知道我带你去那样危险的地方，她绝饶不了我。哎，你别看她平时那样，她要是发起脾气来，比母老虎还凶。哎，是，行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怕死，我更不怕死。赶快去救他！你真是个倔骡子！你快点儿！好，那这样，你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跟我一块儿走。你答应了啊！就这样。
见色，去见红花，刹那间满目疮痍，沧桑因你风而伤，从不那么坚强到真诚瓦解阻挡，他经过了浮华的荒凉的乱世中寻真相，倒在江湖怎能遗忘，看前方一片狂光，继续走。